我晚上十点左右到这边。你是这个里的李明吗？我不是，我台中。你从台中？台中上来的，对。所以等于露宿街头就为了。对，分得比较好看，分得比较好看。仙女姐姐，对啊，仙女姐姐。今天气候不佳，应该不太会有人来。我晚上十点左右到这边，然后因为他宣布参选的时候，我就有注意到他，然后就很支持他。你是这个里的李明吗？我不是，我台中。你从台中？台中上来的，对。所以你直接等于露宿街头就为了。对。昨天很冷吧？昨天不会。他有签名，有签名。传家宝，赞赞。传家宝，分得比较好看，分得比较好看。仙女姐姐，对啊，仙女姐姐。我送你一颗善良的心。多多支持国片，谢谢，你很棒，谢谢大家。听说也有台南的、高雄的，所有的地方的都是年轻，几乎都是男孩子啊，好像只有我一个女孩子是吧？是不是？几乎都是男生。几乎都是男生，所以大家加油，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有福气了。因为我觉得他形象很好，相信呢不久将来呢他会更上一层楼。他心地善良，我送他一颗善良的心，那多多支持。2:57我就到现场了。你半夜来排队？对，那时候没有半个人，我以为我是一号，结果我排错地方，所以我就抽到22号。